Hello， 大家，我是一个门机，给大家完整的游戏视频啊。今天给大家这个这些女英雄啊，偷偷的增加了布料。我们先看一下修改前、修改后的啊，有没有注意到哪里有增加一些布料？啊，我们可以看图说话。啊，我们先给大家看一下这张图啊，大家就知道哪里是增加布料，对吧？然后最后我们再看一遍，应该就知道是哪里有增加布料。我们可以再看一下情况啊，看那个截图的那一瞬间就知道了。是修改前的修改后，对吧？这里增加些布料，然后我们再看另外一个英雄。我们来看孙尚香，孙尚香修改的也就是只有那个半身图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模型，模型是没有变化。我们它主要是要看它右边那个选皮肤的时候的那个小图片啊，这是修改前的。那我们看修改后，修改后是也是增加了一些布料，对吧？我们来看甄姬的这个新春专属花好人间的皮肤也是修改了，也就是那个半身图小图片，但是模型基本是都没有改变啊，这是都是悄悄的增加了那个增加了一些布料，这是修改前的。我们再看一下修改后的，修改后的是布料比较多些，对吧？那我们接下来再整理一下。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妲己女仆咖啡这款皮肤也是做了一定的修改啊。首先是这个修改前，我们可以看右边小图，是吧？但是它模型上面是没有变化。我们再看一下那个修改后的，修改后的是已经有变化，但是修改后的模型却没有什么变化。接下来我们看一下阿珂的这个致命风华的这款皮肤也是稍微做了一些变化啊，也是增加了一些布料。那个但是模型是没有什么变化啊，就是那个半身图变了一下，但是正统的现代啊，刚才那个是平衡。安琪拉做修改的其实并不大，但是还是有一些变动啊。大家可以看图，但是在这个选将的这边啊，半身图是看出来差异是不大啊，这边看不出来效果，要把它截图换大之后啊，就有那个效果了。大家可以回放一下那个图片。最后我们看一下这武则天的海洋之心这款皮肤，是吧？变化会确实会比较大一些。但是啊，模型上面也是有一点变化。我们给大家看最后一个模型的图，这是修改前的啊，这个体验服，也就是体验服的。啊，这是修改后是正服，现在是有一些区别。那我们再看一下那个，它这个海报都一样，对吧？海报还是这种修改之前的。然后这就是模型修改前和修改后有一些变化的地方。